玩和平协议，和平协议一起结婚了，这个是联姻，哎呦，政治联姻哦。对啊，我们要坏坏不听话哦，原来是联姻啊。究竟是谁不听话呢？赶快出来哦！自首哦！出来哦！自首无罪哦！我们只会票你而已啊！噔噔噔！至少影月装备技能都买了吧？装备都买，技能都买完了，那就没问题啊。嗯，看到杰克瞬间掉了好几个十块钱，他等于就是领了一堆钱。哎呦，十块领，天哪，十块领，小朋友才十块领，对吧、啊？造成人家柜台人员的麻烦。对呀、啊，哎呦，他们用发光了，好快、啊！哇，哦，亮回去，他买的，我才想要去炸了说，给亮回去了。哦，你买发光壳，好冷啊！我们之中也可以有人买发光。对，好像也没办法打国王。哦，财神爷，中间、哦、有人靠近中间吗？我刚出地表，哦，500哦。我刚出地表，这在哪里？虽然我有翅膀，但我也直接过去。好，我也来去。可以吗，繁星？哎哎哎，哇、哎，摔死！我接到了，抬头哎、欸！你是不是撞死了？反正哇，没关系，那小雨还有机会，他自己上。好，打下去的话，树苗会在哪里？打下去，我也不知道，直接不见吧。刚好像在我身上被打下去了、欸，哎、欸。啊？哦，是哦，对，欸、难怪没有发光了，那应该就没差了，应该消失了吧？嗯、好的、嗯。哇，那个我抬头。颜面着地、啊，直接用脸着地。是还在吧？空桥有那铁空桥，翅膀没了。哇，他谁？小雨是小雨。对他们刚刚是小雨有拿翅膀。小雨敌空桥，对，是吗？哦，他是想要滑过来的意思吗？没有，他想要炸了、嗯、炸。哦，他应该是炸蝴蝶塔吧？对啊。然后我繁星在叠是不是？那繁星给你叠。我们也可以叠回去。嗯，继续赚钱。这样技能买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本机你是要叠过去还是？哦，好。口臭，这样就可以臭对方国王，好像也不错哈。嗯嗯，就冲过去卡呸！嗯把他抓轮流臭他，哈、啊，迟早把他臭到死。啊，面对他还是哈哈。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本人攻击，因为波波很容易晕游戏。你说在旁边绕来绕去吗？有人想打美女？买那个啊，买那个晕眩呢、啊？他玩魔兽世界会恶心一分钟30块钱。哦，一分钟哦。对啊。好像不错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本机，不要担心啊！哎呦，喊一下！你们 what's the problem？ 嗯，没有，我修东西又没有带被炸死了。好、啊，所以我们不能打 Bobo， 其他都可以打。嗯，打其他好像没什么用。头上爆炸了！头上爆炸了！头上爆炸了！哇，他们这么快就开始炸虫了？啊，分数来源于自我改革。没关系，我觉得我们是比6000分啊。第一天我觉得还是先农经济吧。嗯，对，200分。那这个要炸50块200还可以啊。我稍微去赌个方块，让他至少。啊、就我们天桥有盖好了吗？有，有好。为什么你在挖自己家的虫？啊！换来金库方块啊！啊！金库方块，对啊，金库方块，例如旁边就好了。为什么你要把它挖掉一格，然后塞进去一格？没有，这样才比较有易保存玻璃啊！啊！哦！哦啊、哇！我炸了、哦！救命啊！哦，你不能率先离婚哦！你率先离婚，我们就票你哦！好。是我先没食物，我先去找买个食物。我要吃的了。
你也可以储物箱再加大、啊。那个小雨的分数我也炸回来了。哦哦，哎呦，加200分。有、嗯啊。我又觉得繁星挺好的。繁星，我是公爵，我要领3块钱。哎、欸，那个真的会上瘾哎。好玩、啊。又在炸了啦。好玩。五杯哦，感觉不止小雨在炸哎、欸。他因为高炸不到啊，我现在已经 OK 啦。枪子还是会被炸掉啊？对啊。很难炸啊，就一个而已。一个。有玻璃片的话更好。玻璃片真的不容易。就是命中率就会下降，会浪费几个。我觉得寄虫其实可以自己拆啊，拆到只剩一个火把之类的。其实只要那个鼻头那边留的，其实就很难了。嗯，鼻头就是玻璃片那里。哎、欸，哦，在这里。你在掏空他们地基。掏空地基。哎、欸，你那有发光吗？啊，发过了。我来吧。嘿，好，好。哎呦，不是光的我都可以打哦。哼。啊！哎、欸，我们是发光了，发光了，发光了！我们刚刚有发光好一阵子啊。干嘛呀呀？我只是来挖挖而已。嗯。你看，哦，是小雨，小雨来，小雨来，没问题啊。啊！我忘了买力量。造。哎呦！啊，两个妹子吃我口臭！哇，对啊，在面前的哈啊，好爽啊！好了，我没钱了。好爽啊！能经济喽！通杀！没钱啊！这断他们的经济，好不好、啊？这也是一个好身份的表现啊！啊，反正就是波波不能砍而已。剩下100秒了，来说说你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吧。我买了一个箱子，50块。不是的，我说的是家里那个保险箱啦。所以我说他50块啊。对。然后他还跟敌方的在那个结婚联姻，还给他200块、哦。那不用给钱的。我把小雨跟杰克各推下去悬崖2次。好、哦。那弓箭。一开始的奴隶150是一开始的哦、嗯、我们没挖到中间哦。了解。那个我帮你们挡掉了结婚200块扣钱哦。嗯哈这个算吗？没挡掉。这个表水不太 OK 哦。而且我一开始挖那个拿完翅膀就是他们弟弟去偷他们黄金。嗯。刚刚又杀了人。繁星是后面的150嘛？150块跟40分，而且还有盖天桥，又炸了200分。哦、oh, ，然后没钱了。Oh. 那做最少的就是本季啦。我建议也是不要投我，因为我会很糟糕啊。为什么？会很糟糕？哎呀，因为我会扣分啊。没关系啊，就扣啊。我刚刚有保护我的虫子不会炸掉啊。哦、oh. ，或是想要投哈记，我觉得是可以。这么喜欢如果哈记都在投了变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把屁股交给哈记了。哦，听起来不错哎、欸。好，那就哈记吧。啊，此处有本。来，哈记，来吧。你们的屁股交出来。屁股给我全部交出来。哎、欸，我点错了，我点错了，我点错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自己投自己，我点到云月，不好意思。我自己投自己，自己投自己。因为那谁投我？我、啊。你这个会造成平票，平票都浪费了。那怎么办？不管怎样。好、啊。至少让他自己。哦。你屁股交出来。屁股交出来。哎呦。好。屁股完全可以给你。正当理由可以拿人家的屁股。时间快到。本机单票挂我还没有说原因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900多块钱哇！好猛哦、喔！你可以炸烂他们。九八八，哇塞，超有钱！对，我刚刚就直接去投本机才对了。
对哈、哦，就投其他人的。你说平票吗？嗯、对啊，因为他、啊、光是你刚刚那个最后说你要投自己这表水就很够了。啊，他们那边也看不太出来啊，感觉每个人都有在做事。哎呦，他们那边、哦、怎么？我只看到小雨跟杰克，他们怎么了？苦力怕吧，苦力怕炸。哎呦，哦、本君为什么跳出去了？你这样子，我啊，解除发光吗？嗯，你为什么要帮？上面那是谁啊？啊，哈基吧，我在下面。我好，哈基，哈基要去中间吗？好，可以 cover 无所畏惧。可是、啊、哦，五百颗石头哦。你们刚国王什么时候离婚呢、啊？都没注意。他好像 Q 出去的样子。对方哦，哎、欸，哈基还是你挖？哈基挖给哈基挖，我在支援。来，好。哎、欸，有功。哦，那个杰克有功了。耶、yeah, ，挖掉了。小心啊！你又给钱了，啊、你好亏哦。哎、欸。你好像是帮他们赚钱欸、天哪、啊！你好像不是挖了中间，然后把钱给他们。对，我、欸、没关系、欸。你好像亏一百块欸，老子不挖了，你先找一个你挖来对。对啊，所以我才想说要我挖吗？没有想到他们有功了，这没办法。哎呦，蓝队谁炸虫？本机吗？嗯哼，这什么神秘？看不出来，我现在开始弄工哦。嗯，好，两本书。哦，看我画面很惨哎，我手也在抖，然后画面是上下点头。手为什么抖？会冷啊？会冷啊？现在不是很热吗？22度。还好啦，22度。我不知道哎，就冷起来了。好，怎么了？哦，你要用慢慢，没关系。他想叠吗？就用吧，我可以用二阶的，叠个强力士就好，这样嘛。嗯，不要把我们的经济跟你去比啊。对啊，没事，我可以用二阶的，好三等，技能用下去才对啊。你怎么了？我应该用技能才对。怎么了？啊！你帮我领50块干嘛？哎、欸，我要领100充电的时候，领五十块。你为什么插队？我手很长啊。我手很长的过去啊！我这等级怎么越来越要更高了？已经满等了，已经满等了。250，赌博。赌，他们在搞附魔，赶快赌啊！还是我隐身过去先看一下、啊，因为其实主要应该都是牵制跟炸虫吧，毕竟我们、嗯、哦对呢，和平哦，嗯，对啊，好炸，死灵法师，哇，刚刚看到本季好像在死灵或爆破师前面站了一阵子哦，啊，哎呦。失效，爆破！哦，哎，炸了！对啊，本机炸的不错哦。好，这是我们被扣分，好。他们在弄我们吗？对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虫。好，我可以准备出动了。哪里呀？色保护。他们有两个人，杰克在保护影月哦。保护影月，有没有保护小雨？哦，我想说，我那个因为箱子有60个金币呢、啊。国王的血量，为什么？他是摔到世界外吗？那个本机吧，是谁？是不能打国王、啊，他用炸的吧？不对，我搞错了，我刚刚炸了两发，没有炸死啊，对。哦，你是用炸的、哦？你也用打的吗？你也用打的吗？啊，对，我忘记是不是？好哦，我是不是知道了？等等等，哎、欸，波波吃无敌，可恶！
就只能用炸国王，不能打国王哦。对。啊！我前面两发都很炸的、啊。嗯，然后你后来不小心心急过去打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没事，没事。哦。那至少让他们好险好险，让他们国王补到满血吧。嗯，没有，刚是在炸虫，然后国王从我面前经过。哎、炸可以啊，炸可以。帮他补血，帮补血，帮补血。嗯。这样的话，本机也是好，那我就只能怀疑反反了、啊。又我了，你也怪怪的呢。我知道我自己底牌是好啊，那我本机刚刚是草啊，我是好啊，谁绿？我被戴绿帽，我的，我天哪！绿帽好像死而复活，好像也是。我天哪，我头上是绿色的。哎呀，哎对，这应该不要整个过去。这要怎么炸、啊？杰克在秒，保护可以。哇，杰克已经杀这么大了，旅行双人，杀这么多人了。你们有要炸，我可以弓箭帮忙支援。好，我炸你。没有啊，有要炸，他可以来帮我们。哎、欸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我剩五十块。我们的发光有吗？就是发光他们，我、没有钱买技能。欸、我收到小雨，没有击退，没办法。好、哦，可以。不过他也有翅膀。那我还是先守我们家这里好了。哇，他刚躲多久啊？谁是我？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我收到他，我收到他了。好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死了。哦，哦这样。哦，又差一点点那个木箱很、啊，我要去他们家把那个木箱叠起来。木箱怎么了？没有炸不到那个木箱，快气死了。啊，我只是拿东西哦。好，本机交给你了。啊？你要再拆掉桥？哇，这把剑怎么回事？什么不死克星？哦，他们在说。我刚刚附了一个看到燃烧二，然后他直接给我掠夺三，锋利四，很少真人三。哎、欸，收到哦，哇，太多了。小雨，嘿、哎，我这边有没有人可以炸？啊，错了，跟他们尬起来了。哎、没有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在跟他斗。他应该也是强二吧？可以，好哇！哎呀，音乐丢我两个，你脚。好，可以，两个脚，两个脚，我两个脚好了。那飞我，怎么那么痛？杰克的很痛哦。我是被小雨的射哦，但还好我弓还在。我来帮你们弄武器好了。他们上面想要叠过来哦。哎，哇，我没见识。小雨要炸，小雨要炸哦！我要去炸了。哎呦，头上爆了！不行啊，我没盾。啊，他的弓应该有强二、强三哦。我的弓强五，强四。我弓还在，我去射回去。有了，有了，中了，中了。哎呦，很奇怪啊！看什么东西？我来跟你会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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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那个会会。啊，没事，还有无敌吃下去了。强，小雨还跪在那里，看可以把他射死，夺他弓。耶、yeah, ，他送他三火了，他火了。哇，你弓好猛哦、喔！死了。他想后退，他想后退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也在爬。我绕个位置，绕个位置。哦，反正他卡死在那里了。我等一下过去直接用砍的。我去凑他，哇、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哇、哦，痛死了，痛死了，凑你呀、啊！我把他打下去，我把他打下去，他摔出世界外，这样也算。世界外，好，强势男，能够杀死就好了。哇，他刚射我一下，我直接剩两颗，也可以，希望他攻得掉。有可能上面又是我们的了，我在弄钱喽。好，对。
巧克力耗尽，你们的攻是怎么样？火焰强势。火焰强势，那巧克力你要不要强势？好啊。箱子里面我放一只强势，然后冲击一的。你们发光还有吗？我现在可以再买一个技能啊。发光了，你不是有买过发光了？他我还没，他是瞬移武器啊。是我是我哦，是我买，是我买，是我买的。第一次发光是云月用的。哦，不是，我用的，我用的，我用的。那个帅哥用的。那我买发光啊。好。好。有攻我拿了。上角强力二。有人在那边守着在干什么？天作之合。哇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耶！有钱了，有钱了。啊！我可以赚，我可以炸，我可以炸。刚花完的钱又回来了、欸，好奇怪哦！我又可以炸啦！哟，还是我要上缴200块再给你证明我的清白。我看一下有多少？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！我上缴之后还有100多块钱呢、欸。我现在草船借箭，哎、欸，他们有无限弓，有箭矢吸不起来。哇！哎呦，我的天！那我是不是要刷一把无限弓出来？可是只有一支箭，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样。那个人只有射一发。那我走他们的天桥过去，把他们家附魔台炸了。不是会有那个吗？有时候会有显示 bug， 一直射一个箭过来，一个箭过来。但至少他们应该有在弄附魔啦，所以他们武器才那么强。哎、嗯欸，我可以炸，我可以炸，要吗？你炸得到可以啊。炸到了。哦，这是真的 bug 还是假的？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。有吗？有啊，有炸到了，炸到了！我也在开炸。波波不在这，波波在地底吧？书柜，书柜炸掉了，我才是真正炸掉。有，哪有？嗯，还有哎、欸，你没炸完，你没炸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我在射那谁？杰克，那头根本看不出来是谁。在我们家地底是谁啊？本机发光，本机发光哦。小强，那个他们波波也在拿弓射哦，我刚差点要射到波波。我发光好了，有需要再讲一下。嗯，现在他们都发了，都发光啊，只是没有楼下是谁不知道。我说有需要再讲一下。好，会不会波波跑到我们家楼下挖矿、哦？没有没有，波波在我们家。哈基哈基哈基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样。可是你还没验明正身呢、欸。哈基有啊，被投过了，他被投过了啦。我自己投我自己的屁股都要给哈基了，那从我炸的、哦。你怎么抢我尾刀啊？哈基武器不给你了，炸了3-4颗了，好吗？好，看到了，我也丢了4颗哎、欸，你哪样白心啦？好，我再继续复，我再继续复。虽然反反很好，但我一定怀疑你到底了。哇，因为我觉得本机真的是比较有在做事。爆炸应该也不是说都有做事，但本机做的比较验明正身。哎、欸，你要想哦，他没有炸死国王呢、欸。对，没有炸死成功。他没有，可是他甚至就是你知道，他甚至直接去砍了、欸。砍。他那时候就是直接去砍国王啊，就是草啦，草衣啊，对啊。对啊，就是着急成那样了。哇，太着急了。哇。他如果是间谍，完全没有必要去打国王啊，他们的国王。就只剩还是说他误会了？我不，其实他那时候他有说什么？他误会，他会不会误会成间谍可以去打对方国王？我一开始听他这样讲，我也是像巧克力这样的想法。不对，我觉得刚刚有个问题。喂，哎，谁？波波在扣血的时候，他扣很少，少量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在送书柜吗？对，在我们书柜，在我们书柜。好，我们书柜爆了，书柜爆了。好，为什么？嗯。小雨在上面，小雨在上面。可是、哦、小雨他没发光了，小雨没发光在下面。因为这一场我搞不懂，我就不太敢，我就是炸虫啊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打而已啊。你再炸，间谍可以打光啊。哎、哦欸，我没有买炸弹。所以为了不要让本机是草，我们就验明他。如果本机是间谍，那你真的没有草。没有，我怎么会间谍呢？因为他那我们就那你我在扣血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验明正身。那投谁？那个、啊、本机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不太能投。我们来验明正身一下。然后你们投掉好，你们投掉，我还在签字。好。哎、欸，巧克力你啦！
我从一开始那时候本机觉得他不是他的时候，我就说那我只能怀疑你了。嗯，反正光你就小心。